子一样，对，哎，马上就要被捅破了。看那个球，特谢拉，特谢拉来了，漂亮，漂亮，这就是特谢拉，刚刚说完，对，这就是特谢拉，子被捅破了。他是那种能够解决问题的球员，特谢拉打入了他在中超联赛的第一个进球，帮助主场作战的江苏苏宁是2-0领先山东鲁能。特谢拉先后效力过瓦斯科达伽马、杜涅茨克矿工这样的，是是，说一个球员在场上始终能够保持冷静挺难的，是。这梅西也有失控的时候，好球，这个球给他们做，又有了3-0，特谢拉，特谢拉，不过这次助攻给他的是无锡，对，刚才他贡献的是一个5000万欧元的弧线，这一次是5000万。